呢度唔系工厂大厦嘅 band 房，亦都唔系工厂大厦嘅 studio 啫。呢度其实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赛马会天水围综合社会服务处，马域都有份资助呢间中心嘅优化工程。其實咧，女青年會得到賽馬會嘅資助咧，就將中心徹底咁翻新嘅。咁譬如話，之前我哋都冇我哋嘅面談室啦，同埋 band 房啦。咁喺翻新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增添咗呢啲設施啦。咁呢啲設施都能夠幫到年青人咧，可以能夠好開心咁去學習啦。咁加上咧，我哋仲有一個即係規模好完善嘅電腦室。咁其實對於區裏邊嘅青少年嚟講咧，佢哋嘅學習嘅途徑咧就會更多啦。女青年會賽馬會天水圍綜合社會服務處咧嘅設計概念咧係嚟自天嘅。咁天咧就係 TIN 啦，其實一個罐頭。咁我哋希望咧喺呢個罐頭裏邊咧可以發掘到青少年嘅無限夢想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喺一個罐頭裏邊係可以打開佢，咁等青少年咧可以參與其中嘅。Just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see. Looking at you in the glass, don't know how to stop the past. All you say feels like the last. No matter tells you what you want. All right, Frantic. 咁啊，我係 Frantic 嘅吉他手，係同埋隊長，係我叫阿山。咁咧，佢就係 bass 手，叫 Y 寶啊。呢個彈 keyboard 嘅叫 Lego， 打鼓嘅細輝。你邊個？我係揸麥唱嘅 focal 阿俊，我哋隊 band 咧頭一兩年就喺中心 band 房夾嘅啫，咁後屘經中心社工介紹咧，咁我哋去可以去到唔同地區出 band show 啦。咁啊早前我哋喺天水出咗個嘉年華式嘅 band show， 咁就唱咗三首歌。咁最近亦都喺數碼港出咗 band show， 唱咗兩首歌。係啦，咁喺中心有啲表演俾我哋啊，咁對住啲陌生人咁樣，初頭都怕醜噶，之後就慢慢開始。釋放自己啦，係啦，就去表現更多嘢出嚟嘅。咁去到依家啦，咁自己學咗吉他咁耐，咁冇理由收收埋埋，咁梗係將自己好嘢表現俾人睇㗎啦。咁我同阿沙一樣，以前都係比較內向嘅人啦。咁啊，但係自從夾 band 之後咧，發現到音樂係一種共通語言，好想呢種語言去感染人啊。以前最多都可能自己屋企唱俾自己聽，最多都係 K 房唱嘅啫。咁但係而家就有一種好渴望想出去唱俾人哋聽嗰種心情咯。咁同埋透過出 show 亦都識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亦都透過啲 band 友認識咗好多唔同嘅風格。以前淨係可能聽 pop 啊，咁而家可能有聽 rock 啊、英文搖滾咁樣咯。其實 TEN 咧都係等於天嘅，咁呢個咧就等於年輕人咁解啦。咁如果假如成件事冇咗年輕人嘅參與咧，其實就係即係等於件事咧就係唔係最精彩噶啦。咁除咗年輕人天之外咧，都仲有天水圍咁解嘅，因為其實我哋中心坐落其中咧，如果假如可以能夠服務到地區嘅居民咧，呢個先係我哋最想做嘅嘢。所以咧，天同埋天咧，其實就等於我哋天水圍咧綜合社會服務處嘅服務理念啦，同埋個工作嘅設計理念。一个天字，原来包含咗咁多意思。佢哋真系又有心思，又有创意。呢度除咗 band 房，仲有几间舞蹈室，俾中意跳舞同埋充满活力嘅年轻人使用。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系 Wish 小组啦，系一个跳舞嘅小组。咁我系队长阿苗，呢位咧就系阿欣，呢位就系思思。咁我哋仲有三个成员嘅，但系佢哋因为今日唔得闲，冇出席啦。咁我哋係因為嚟自唔同嘅學校而收到中心嘅宣傳單張，而嚟到呢度參加呢個跳舞課程嘅。咁我參加咗呢個活動之後啦，我覺得我自己係比較外向咗，同埋咧，我哋因為中心俾咗好多機會俾我哋去出 show 啦，去教啲小朋友啊、年輕人啦。暑假我第一班係教小朋友嘅，我記得我哋六個人可以排一隻舞出嚟，係一個好滿足嘅感覺咯。參加咗跳舞之後咧，我個人就大膽咗啦、主動咗啦，同埋比較積極啦。咁好多時中心都俾好多出 show 嘅機會，同埋啲舞蹈交流嘅機會俾我哋啦。咁出去我哋見識多咗啦，識嘅人亦都多咗，咁我哋嘅圈子亦都擴大咗咯。
學咗跳舞之後啦，我依個人開朗咗啦，冇以前咁慢熱啦，識嘅朋友都多咗，擴闊咗自己嘅社交圈子，對我嘅學習都好有幫助。好似我 presentation 咁樣，我都會冇咁驚，識得面對觀眾，講嘢會流暢咗啦。喺未來嘅日子啦，我哋成 team 都會繼續學習跳舞啦。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哋希望可以去到國外學習唔同嘅舞技。其實中心的服務特色最主要都是以青少年為本的，青少年其實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我們看到區裏面青少年最主要就是有一些技能學習的需要和就業的需要，所以我們就嘗試將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譬如說他們想學一些多媒體的製作或者跳舞夾 band， 其實怎樣能夠令到他們這種興趣變成一種就業的方向呢？其實就正正是我們中心想做的事，亦都是我們最有特色的服務，就是將興趣變成一種就業的方向，将兴趣转为工作，相信是很多人的梦想。而这班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将这个梦想延续下去，真的要感谢各大福利机构协助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其实我刚刚来这个区做的时候，感觉挺震撼的，因为我看到很大的天，在市區是見不到的，跟住再接觸啲街坊咧，就發覺個區很有活力嚇，同埋好年輕。天水圍裏面每一份子咧，其實都好想自己有發揮，好想去服務翻個社區，有自己好嘅工作啊，或者同其他人關係都好好。咁呢個就係我最大嘅感覺。建設一個電話投注中心需要時間咧，可能係年幾；而設立一個社會服務機構咧，需要時間咧，都係幾年內完成。透過種種不同的設施令到市民信任，造福人群，貢獻社會呢，就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希望透過這一集，大家能夠體會到這個社會呢仍然充滿愛和關懷，每個人甚至每個機構呢都應該有一份積極進取的精神，為自己努力，繼而呢服務社會的。下集再見。